What's up, guys？ 欢迎再来到我这周的 Yasin and Shana。现在呢，为什么我戴着口罩？因为我已经差不多要出门了。然后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的10:12。对，我今天呢，我要跟两位 YouTuber， 也包含 It's Amanda 跟 Amber， 我们要一起去吃饭。然后等一下 Megan 也会一起来。然后呢，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跟 YouTuber 们一起去吃饭，所以呢，我就有想了一个企划。这个其实算是一个恶整。然后呢，我今天我要来恶整的企划，大致上来讲的话呢，是因为我跟 Megan 在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感情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在频道上面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情侣，就是感情好的情侣嘛，就是的确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如果我等一下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当 Megan 不在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的感情没有到那么好。Megan 在外面有劈腿之类的，我可能就讲那些话，然后看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感觉那种画面上跟私底下感觉不太一样的那种人，看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其实我这个蛮期待的。今天我有准备了还蛮多台相机，我有 GoPro 跟 GoPro Fusion。GoPro Fusion 的话是360度，所以也可以拍得到我的脸，也可以拍得到他们的脸，所以想说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偷拍他们的正脸。然后 GoPro 的话就是从上面拍。全场没关系，我等一下我带大家去那个现场去做一下布置。现在是10:14，然后因为我跟店家是约12点 ，Amanda 跟 Amber 他们12点就会到了，所以我们大概11点的时候，就是他们还没有开始营业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进去，然后摆一下相机啊，然后小小蕊一下，因为太紧张了。OK， 那我们先这样子。我现在超级无敌紧张，因为第一次见面，然后就要跟他们讲说 Megan 有出轨还是什么什么，我就不知道。就是没关系，我到时候我会再仔细想一下，我到底要怎么整他们。OK， 那我们现在呢，先赶快出发到那个餐厅，然后那个餐厅叫做耀日意式餐酒馆。对 ，OK，Let's、okay, go。OK， 我跟 Megan 呢，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包下来的包厢。然后呢，等一下，因为这边是入口，然后等一下我请那个服务人员把 Amber 跟 Amanda 是坐在这个，然后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店，所以有放一些他们的食材。然后呢，我在想说那个。我的摄影机 GoPro 摄影机要在那个音响的上面，然后呢，我准备了这个花花草草，这是从我们家的一个小装饰拿来，然后这边有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边有一个 GoPro， 等一下我希望它可以就是很顺利的给它放在那个上面，然后呢，还有一个偷拍的是这个叫做 GoPro Fusion。这个我等一下我会给它放在我们在吃饭的这个中间，然后呢，我会说这个只是我的，你知道 vlog 要用的小玩具，就是把那个画面用的比较丰富的那个道具。对，我等一下我跟 Megan 呢会坐在这边跟这边，然后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录到我们，然后他们的反应呢，他也可以同时录到，所以就是没有死角。我觉得超级紧张，现在是几点了？16分。现在16分。对，现在是11:16，然后他们这边是11:30开，然后我是定12点，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的那个企划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其实感情没有很好，然后呢，对，没有，我们感情很好哦，我们感情好，只是说我们要骗 Megan 会先晚到，然后我会先微微的凶他一下下，从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个气氛会微微的觉得怪怪的，然后呢，最后 Megan 会先离场。因为他说他要去上厕所，会先离场。离完场之后，我就要跟 Amber 跟 Amanda 讲说，我最近觉得 Megan 在外面有其他男生。反正没关系，我会很自然的带入这个话题进去。然后这就是临机应变。然后之后呢，我会请他们问一下 Megan 说有没有这回事之类的。没关系，就是大家到时候就看影片。反正我相信应该蛮精彩的。假如说他真的有问的话 ，Megan 就会跟他讲说他最近有一个暧昧对象之类的。然后我们最后我们两个人。对，我们两个人会接个电话，然后我们会一起先离开这个现场一下，看他们两个呢会在后面讲我们什么，就是啊，原本想说在荧幕上面看起来很像很好很好一样，但是原来私底下感觉没有说很好，那种感觉，就是我很期待这个。我现在因为时间上有一点点赶，所以我先架一下相机。你看这个，它因为刚好这个我有买这个配件，看不到哎，这完全看不到。然后呢，当然我还有一些花花草草。天哪，我觉得今天大成。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里就是我们的小杰作，根本看不到。然后等一下，也就是要麻烦这台 GoPro Fusion。然后我们在讲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试着把它关掉，然后我会把这个开着，我会把这台开着，所以。
因为我觉得收音最重要，因为画面那边可以捕捉。OK， 哇，这个超紧张的。OK， 那我们呢？现在，现在几点？看一下，25分。现在还很早。现在25分嘛，然后他们现在也还没开店，他们11:30开店。然后今天这个场地，这个他们其实是一个餐酒馆，蛮时尚的酒吧的感觉。然后这边是可以带宠物来的。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地呢，也算是他们提供给我们。对，当然我们东西我们当然会自付啦，只是说。我很感谢他们，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小包厢，对，小包厢蛮隐秘的，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很感谢他们。OK， 那我们呢就来等待一下 Amanda 跟 Amber 的带来，对，超期待的。好紧张，你不要笑场哦，你不要笑场哦，你要说你有跟其他男生暧昧哦，啊，真心疼，你看看。真的骗你的啦！哎，你怎么知道？超厉害！白痴！然后你们介意我把这个放在这个中间吗？不介意啊。这个是360度的。对，阿张会拍到我们吗？这样就是都会。我就可以。好，知道他是吗？哦，我们去。我们才刚到没有多久，我们是10-15分才进来。对，我们15分。对。没有没有，他们是很快，他们现在在客气。我昨天跟你说，没有，我们十二分到的。我们现在我们的餐点桌来了，我这个是松露野菇炖饭，然后 Megan 的是蒜香鸡肉意大利面，对， Amber 跟 Amanda 是，我是酒香蛤蜊意大利面，酒香蛤蜊意大利面，我是明太子什么的什么的，我还是记不起来，但是你那个看起来最好看，对啊，奶油奶香，对，OK， 那我们就开吃，开吃，那我先去厕所去 ，OK OK。我把它藏起来了。你在哪里？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嗯。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 Megan 不在吗？嗯。我不知道，就是我刚刚，我们刚刚一见面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跟 Megan 很尴尬？很尴尬。好，虽然第一次见面这样讲很奇怪，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吵架，为什么吵架？就很奇怪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那个手机，其实我们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就戒心了，对，都是可以看的。我发现他最近他都完全就是不会给我看他的手机，然后对，加上他现在他去上个厕所，他都要带个手机之类的，对，所以就是还蛮奇怪的。嗯，我是觉得他会不会搞不好是粉丝，搞不好是因为他最近感觉啦，就是他最近就怪怪，然后感觉他在外面有其他的男生。真的？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概我们也不好了，大概一个月有。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在最近我的影片就是还蛮多我一个人在拍片。说拍 vlog， 对，拍 vlog 之类的，我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我以为很正常。对对对，其实也算是正常啊，可是这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感情不好到，那个，会很尴尬，超级，所以我想说，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借由这个机会啊，就等一下就是请你们帮个忙，就是我等一下我会离场，然后我去上个厕所，你们看能不能就是顺带一些话题说，哎，因为其实蛮多人会问我们说，哎，在一起7年啊，有没有出轨过之类的，就是那种比较那种姐妹中会讲的那种话。就是看那怎么问他？他会讲，他跟我们讲吧。对啊，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会讲吗？就尽量试试看。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们感情都很稳定吗？对对对，啊，之类的，好，就是能讲就能讲，对 ，OK 吗？对不起，就是让你们觉得那个会很尴尬吗？你们觉得？不知道怎么带到这个话题，对啊。你昨天还在讲说，你在你那么久了，还就感觉很热恋，
啊，对，超多人这样讲，因为大家的感官上面就是，大家的感官上面就是。好吃吗？好吃吗？蛮好吃的，我这个蛮好吃的。真的。吃一口。我超推我这个，超级好吃。好，那我先上个厕所好了。好好好，我得冲呀。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你跟俊腾在一起七年，是七年吧？七年还八年？今年七年。对，就是。在一起那么久，因为像我跟 Justin 也是在一起很久，就是我们没有你们那么久，所以如果我们在热恋的话，我觉得就是到现在还热恋，我觉得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会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么热恋吗？还是怎样？我觉得有时候在一起久了，还是会有一些无感时期，你不觉得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有这个意义来的？我觉得最近就。我现在刚才是你们讲的好奇怪，我觉得要真正蛮奇怪。就是我最近，我就讲这个，你们不能讲，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跟你们讲，这也蛮奇怪的。就是我最近跟一个男生还蛮好的，新认识的。对，我觉得很像有被镜子发现。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人就对我也很好，然后就吸引到你这样子。对，然后他的条件也没有李静很好，但是我就觉得他能给我静很没办法给我的东西，所以有点有吓到吗？有，可是你有经过想跟这个男生有对啊，就我现在还在思考。啊，你们是有见面吗？还是怎样？有，我们有见面。就是最近才认识的这样子，然后就是走一起出去吃个饭这样子，然后就有一点小暧昧。天哪，好尴尬哦！不太知道。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好辛辣的话题。我觉得在一起这么久，就是你们都已经很习惯对方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敏感，我觉得其实还蛮这么正常吧，因为已经在一起这么久，我还没有。交过这么久的男朋友，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讲什么，但是我在猜啦，可能到你们这个阶段可能就是会有一点这样子吧，但是你要就要想说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好，就是对啊，就不要太冲动，不要太冲动。但我最近跟他还蛮常吵架的，就是他我觉得他很像有点发现，所以应该是发现才会吵吧。那你吵发现的他有说他发现吗？因为一定是因为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奇怪，他绝对知道啊。加上你不给他看手机，那肯定会就可能我跟平常比较不太一样，但就很难控制自己。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毕竟如果真的因为那个男生跟就你们分手了什么的，那男生。我朋友的朋友，好尴尬啊！对。厂商电话。厂商电话。是怎样？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很难讲哎，才第一次见面。我真不知道哎，反正就不要讲了，就是。我们家有两个，就跟家人讲说，那个。没事。对啊，Amanda 的脸整个。所以是第一次见面。
假，全部都是全部全部我们感情超好，我们感情超好的。我们还想说，你们刚刚吓死。对，因为我想说我们超尴尬，因为你希望我们不要讲，要如果他问我们讲了，我们就刚刚在最后，就是你们走下来之前，我们还在讲说是要怎么样，但是我还没讲完你就进来。哎，那怎么没有？上面有点空。难怪你刚叫我们坐来。对，我。那我坐这边好了，我以为你坐这里。哦，你再坐进去。哦，没关系啊，没事。好。叫他们坐在这边，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坐这边？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边不行，那边会被发现，所以就赶快过来。我那时候以为他叫我坐进来，是因为你叫我以为你叫我坐进来是因为你要Megan要坐这边，所以我就直接没有没有没有，我直接进来。而且我那台我有看到，我一开始就以为他是监视器。哦，是哦，他看起来就是一副监视器。哇，那有花啊？嗯，对，有花。那个花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然后就是要它这上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包厢里面有件事情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哦，也是啊，也是啊，所以你我完全没有起疑心。哦，真的吗？我看太好了。真的吗？那你们我们刚刚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们有就是偷讲我们坏话？说哎，那没有要跟你讲？对，真的吗？你是有意要跟我讲？真的话的话会讲说感觉他真的有注意一下这样。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很惊讶说原来我们在私底下原来感情那么差，就觉得怎么会啊，因为我们就看不出来啊，会觉得吓，想说平常是怎样，是装的吗？装的啦，okay. 十万 YouTuber 都装的啦。你是刚刚写的吗？我们大概十一点的时候其实就到了，然后我们十对，我们十一点到，然后我们就是装一些摄影机什么的，然后因为今天他迟到，然后我还密他说，对，然后对 ，Amber 是迟到鬼，然后他就说 Megan 也是迟到鬼，他说 Megan 也是迟到，我早就到了，而且 Megan 还故意晚20分钟走进来，对，超晚到了。我可以看一下那个，我想给大家看我上面写什么。这边呢，我就写说Nice to meet you， 你们被整了 ，Yoshi 跟 Megan， 好啦，天哪，好了，不要做朋友了啦。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吃，你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啊？现在在跟 Amber 跟 Amanda 逛街，今天的整人应该算是还蛮成功，真的。我觉得我以后跟金腾不能当朋友了，当不了朋友，什么都不能信了，对不对？什么都不能信啊！开玩笑，我们现在在不知道去哪里，就到处乱逛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腾跟 Megan。我找到一间诶，但是他们现在在那个找咖啡厅。对，好了，去无聊咖啡啦，在哪里？好，走，就160公尺就到了。160公尺就到了。你能这样看得到吗？我们现在要去这间无聊咖啡，看起来蛮漂亮的。对啊，好，走。走，我们现在走在路上很醒目。我们来到了无聊咖啡，哎，超漂亮的，傻眼，超漂亮的，超漂亮，超漂亮，还好。Amanda 是不是很不喜欢被说网美？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网美跟 YouTuber 不一样啊，这个倒是真的。其实我觉得网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好像不太是有帅吗？我觉得网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好像也是、啊。而且我觉得这像是什么都不会的花瓶。对对对，而且我在 IG 上面，我并不是有一大堆业配文啊，我根本没有半个业配文，我就不想被说是网美啊。我做的 YouTube 跟 IG 是完全不同的事，我 IG 是分享生活的。11-22，我没有。对，你好丑哦。还有。我们来唱 KTV， 然后我要先开吃了。玫瑰。哎呀，怎么唱哎？So don't test me